山上活了20年。我爸才跟我说我是个富二代。小姐好。还说他有个宿敌要本姑娘下山报仇，我去了，却发现宿敌的儿子是个帅哥霸总。对不起啊爸，我娶了。好像绑在霸总腹肌上的生活也不错。不是，你以为我会当霸总背后的女人？抱歉，其实。周末来我家玩啊！我才是真正的霸总。